我对篮球最深的记忆，应该就是在小时候，我妈妈很喜欢看那个球赛。上学的时候，就是学校操场上永远都是被一些男生们霸占完了的那种。买我人生第一件罗德曼的球衣，然后背后写的是他的绰号大虫，很开心，开心了很久。国小练球的时候吧，就是那时候就是真的是天天拿了两颗篮球，然后练基本功，然后这样要绕操场，然后不知道几圈。我其实在电视上看过，虽然看不懂吧，但是看得懂投球。